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彩虹屋，我是月月姐姐。哎，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彩虹屋里呢，月月姐姐要来做什么呢？当当，我们这里呢有一幅这样的图，那小朋友们是不是一看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？那就是我们龟兔赛跑的故事啦。我们的小兔子呢在树旁边呼呼大睡，那我们的乌龟呢，哎，就从它的身边悄悄地经过啦。那么今天呢，月月姐姐就要用各色的泡沫来把它们给贴出来。那么事不宜迟，让我们赶紧动手来做吧。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。哎，那月月姐姐呢，首先要把这个金灿灿的太阳给贴出来。然后是我们太阳公公的小脸，太阳公公的眼睛，还有嘴巴。哎，把我们的小兔子贴上，哇，粉粉嫩嫩的小兔子，哎，小脸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小兔子穿了一件黄灿灿的衣服，小腿，还有我们小兔子的尾巴，小兔子的胳膊。小朋友们，现在我们的小兔子呢已经拼好了。那它今天呢穿了一件亮黄色的衣服，哎，靠在我们的苹果树上在睡觉。它为什么睡觉的呢？因为小兔子觉得自己跑得特别特别的快，丝毫不怕我们的小乌龟。最后发生了什么呢？那小朋友们都知道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快快把苹果树上的苹果给拼出来吧。哎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拼我们的乌龟，大大的乌龟的小脑袋。哎，接下来是我们小乌龟的帽子。小朋友们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大乌龟也已经拼好了。你们看，它戴着一个彩色的帽子，黄色、红色和橙色。然后呢，它背着一个褐色的壳，上面有蓝色和黄色的花纹。哎，今天我们的小乌龟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呢？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天上飞的这只小鸟给拼出来，看一看它是什么颜色的呢？小朋友们，那我们现在龟兔赛跑的这幅图呢已经完成了，但是我们的这边呢还有一个英语 turtle， 就是我们的乌龟。那接下来我们把它给补充完整。 OK，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整张图已经完成了。那小朋友们喜欢我们今天的色彩吗？那么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我们今天拼出来的这幅龟兔赛跑吗？那它们的颜色是真的很绚丽呢。那我们有粉色、蓝色、黄色、橙色、紫色、绿色等等等等的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吗？那就是我们的小兔子呢觉得自己跑步特别快，所以呢就和乌龟进行了一场比赛，说自己一定会赢。但结果呢，它掉以轻心了，就躺在大树旁边睡着了。那我们的小乌龟呢，就一直往前跑，一直往前跑，终于赢了。哇，小朋友们，它是不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骄傲呢，不能轻视敌人？如果小朋友们喜欢月月姐姐的话呢，那也可以关注月月姐姐主持的其他节目，
玩具欢乐秀、玩具故事屋，还有我们的玩具对对碰。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啦，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